四二一人口结构什么意思？你给我解释解释。你这个新女王的灯牌是谁的？哪个阿婆的？啊，小夫妻养活七个人，这个不是最关键的，这个不是最主要的，最主要的是啊一些切实的是吧？切实的福利保障没跟上，促进生育的措施没跟上，社会财富有一部分应该是吧流向这个促进生育，结果呢没有。福利保障不可能跟上，我认可这个观点，我认可这个观点，而且我认为在这片土地上现行的这套是吧体系之下的话，福利保障是不可能跟上的。因为福利保障是一个社会财富分配的问题啊，社会财富分配的问题，所以说这里面有一个很敏感的问题，就是社会财富啊为什么会这么分配？不是税基的问题啊，也不是税基的问题，主要是怎么分配这个蛋糕的问题啊。并不是税基的问题，你收上多少税，你如何用这笔钱，你如何用这笔钱，这才是关键。那个分配给哪个阶级啊？那你说谁来分配啊？当然是 state 是吧 ？state 来分配了。这个分配呢，就很能体现出这个 state 是吧？它能代表什么？直播间里也不能说的太深了，反正就是一个蛋糕分配的问题。你要是说四二一这种结构啊，一对小夫妻养七个人，这是一个社会问题啊，社会问题。那为什么会造成这种问题呢？当年跟很多的生育政策有关系，是吧？那既然是吧 ，state 来了玩了这么个生育政策，然后呢，现在出现这么个局面，是吧？你如果说房贷啊这些，啊，很这年轻人还要负担很重的税负的话，那肯定不可能再生了。这个。贫民窟老唐，你很关注这个生育问题，我发现你很关注生育问题。说实话，我对这个我是完全不在意，完全不在意，生育不生育的和我没什么关系。这个东西你放心，我生育率降得这么快是吧，是担心的并不是我们这些啊，我们这些拒绝生育的人啊。对，我这是最近因为在青岛有个业务，所以说呢在这里呢又来的比较勤，我就顺路。因为这毕业季了，大学里很好玩，顺便我也来怀念怀念怀念。你爱这片土地，你爱这里的人民。我
我相信啊，你爱这里的土地，你爱这片土地，你爱这里的人民啊，和我一样。最近刚看了个新闻，说是这个叫什么，那个有一个年轻人，因为到了结婚的年龄，因为娶不上媳妇儿，抑郁了，然后呢是吧，自杀了。还有这样的事儿，就是因为娶不上媳妇儿，整天的抑郁了，压力太大，然后就自杀了。随便进，我刚才这不大摇大摆进来了吗？随便进啊！你爸也是人民，这个人民他是在那个意识形态里面，他不是一个具体的人，他是一个，对吧？是一个政治概念，你不能单独拿出你来说你是人民，他那个人民不是这么个用法。他那个人民呢，他那个单他那套东西，说实话，那一期讲民粹主义的时候聊过啊，民粹主义嘛，民粹主义其实就是人民主义啊。那期视频在 B 站上被下架了啊，民粹主义就是人民主义啊。人民不是说你，感谢这个 skin 1066，你的礼物啊。生育不生育，现在，哎呀，我能理解一些到了结婚年龄的人啊，现在对吧，不能结婚，不能生育，他那种焦虑感。但是没有办法，我们都是，对吧？我们都是，哎呀，处在一个大势中啊。处在一个大势中，我们个人没有任何的抵抗能力啊！我们个人有能力的就是选择迁徙，只有这一条路啊！你是潍坊的，我也是潍坊的。你看最近接连不断的自杀事件啊，那么多人自杀。是吧？太原的，我知道的好几个省份，好多的桥，好多人都从桥上一跃而下，这显然是一个不是一个个人的问题了，这是一个啊社会性问题。你可以看到好多的东西正在崩解。人口少挺好的，人口少不见得是坏事儿。太多了肯定不是好事啊，太少了也不行。但是呢，这个主要的是财富分配啊，财富分配，你人口再少，你财富分配不合理，是吧？你还是，是吧？在这个在你说的这个少的人口这个基数里面，还是有大多数人都是不行的，是吧？还是不行的。所以说，不是说人口多少的问题，它是一个财富分配的问题。上海交大，你不管那北大清华是吧，你哈佛耶鲁，他该没对象还是没对象啊，是吧？他有些事情你越高级的知识分子，说不定他还越有这个自己个性的追求嘞。最近我看这个不是杨澜采访那个香港的四大才子蔡澜嘛，那个蔡澜这80多了，终身未是吧，终身未育，没有孩子。我说嘛，根据个人主义、自由主义，结婚它就是一项权利，它不是一个义务啊。毕业十年最难赚钱的一年，你放心啊，你只截止到今年，你可以这么说啊，截止到明年的话，可能还不能这么说。不能用脚投票，用子宫，哎呀，没有必要。你是说，如果说你现在因为种种原因结不了婚的话，我建议啊，你是就躺平就得了，是吧？你也不要置气啊，不要置气，因为你会发现不结婚也有很多好处啊。
你买太阳能板，我不是卖这个的。你看到了毕业季，这校园里就很热闹。考研真题。别说了啊。请问你是哪来的？我是这里的。是哪来的？我是这里的。是哪个部门的？法学院的。你法学院？哎，对对对啊，法学院的。你法学院？直播啊，直播呀、啊。是直播啊。啊，给你。你比我那个什么些，我操，你法学院是哪系？法学院的什么法律系？你法律系？你姓什么？你面会姓什么？姓啥？可以去法律系。啊？我的辅导员，我也告诉你。我的辅导员。他不是那个什么学的。我的辅导员。啊可以去查。啊。我正在直播。哎，我正在直播。我的说您大可放心。他不是因为吧，是我对你怎么样来说吧，是第一次。我经常来。啊，我经常来。你经常来，因为这是你第一次见，所以说你感到差。这不是差异，我得说，这是我的职责。我理解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大可放心。如果说是，啊，所以说你就说，所以说我来去四，不是你如果说你那个你招了，我是为什么招的？因为说，什么？那个你是这学校的吗？那你比我那个什么，你弄我那个什么去？哎，你看，你和这个师傅，他是学校的，法学院的，那个什么学的？你和他两个说话来，那个时候你问问他那是视频在那样直播吧？啊，你和他说话。喂，你好，喂，啊，是这样的，我呢是这个学校的校友。这不是快什么了吗？这块又过来转转，然后直播一下。我不知道，我来了好几次了，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。对对对，我是校友，我肯定校友。我08年，我是08级的，12年毕业的。我来了好几次了，第一次遇到这保安还问我要啊，我这些年经常过来。我没事，我理解，他也是他们的职责，这个我完全理解。啊，没事啊，好，不能再冷遇了啊。我理解你哈，我理解。这不是我你先说是你发这些个，你弟子这发这种黑的，是不是？在这一块来说吧，我不管你是发这来说吧，现在是国家送水油，在这个学校来说吧，你来说哈，比较
比较特种比较那个什么些，没事，我之所以这么扎眼，我之所以这么扎眼，你知道吧？你说我都得你得有证，你没有证，那个什么，你凡是学什么也好，哪些戏也好的，你都得有工作证，是不是？你说明了，你看吧，他们都很理解你，不是说是你不理解啊，就你是搞法律的，这个东西他不好认，但是法律哈它是有限度，对不对？行，完了，你在那个地方来说，小游也好，什么也好，来说吧。我是这样啊，我以前呢，就说疫情期间啊，确实是进出不方便，但是疫情开了以后呢，我来了好几次。这个好几次，来那个可能一直没有遇见这么尽职、这么尽职的你。他不是说是尽没尽职那种些，因为来说你像你这个比较很特殊的人来说，我也不特殊。我其实我说实话哈，我是想哈，这个学校来说吧，买点那个有没有看看买点什么东西，就是这不是有跳蚤市场吗？嗯，学生卖的东西比较实惠，我看看有没有有趣的东西。这个要是第一次卖的东西，那个应该是那个院也有，那个西院也有。这个地方他们送有没？选择都不一样了。是他把他一些东西的时候，能卖几个钱，都讲究是，也是，都想这社会是第一。是，当年我也摆过啊，你摆过，你摆过，我说了嘛，大学生你不能上社会去摆这种东西，就天天生活，觉得花钱和买是花的，他两角度，是，行，你忙吧，你们那个，好。那个，人家那个报，人家这保安大叔呢，直接找了这个谁，找了他的领导啊。刚才只顾和这个保安大叔在聊天了，没有看屏幕。这怎么说呢？这也是人家保安的职责啊，保安的职责。毕竟呢，我这个装扮的太扎眼了啊，我这个装扮太扎眼了。没有，我完全没有。本来就是人家的职责啊，因为现在可能那个这个管理啊，管理还是有的。只不过我前几次我没碰上，哎呀，前几次我没碰上。孟德斯鸠学社，我倒是，说实话，当时上学的时候，我还真是想成立类似这么一个，哎，想能搞这么一个协会来着。没有，我差不多啊，差不多跟那个。拍视频那个打扮，我胆子大，我胆子大。人家那个保安他打给他的领导，然后那个领导啊，我就跟他一说我的情况，人家这个领导都很客气，人家还说抱歉啊，对我造成了困扰。哎，我说理解啊，毕竟人家是干这行的是吧，保安嘛。这是哪个学校？这是青岛大学。加不加鸡蛋？加两个鸡蛋。这可乐怎么卖？加两个鸡蛋。这个是三块。三块是吧？啊。
我不是我凶神恶煞，主要是我可能我这个打扮比较让他，哎，比较让他起疑吧。啊，青岛大学有没有哲学系？应该是没有吗？好像没有，好像没有吧。我还真是没注意过啊。法学类的这种协会还是有的，法学类的这种协会还是有的。我什么打扮？我戴着个墨镜，然后呢，头上戴着个小帽啊，犹太小帽。你想想什么打扮？哲学系，他们也不见得知道啊，应该。哎呀，哲学这个专业吧，一般说非常好的综合性大学才有啊。有，肯定是有马院啊，有马克思主义。有专门的马克思主义学院啊，这个马克思主义学院，这近十年基本上每个大学都有这个专业，这个学院是建的最多的。今天那个比上次来那个跳蚤市场人多了好多啊。国际城是马院的，不奇怪，不奇怪啊。国际城是马院的，一点都不奇怪。哎，给我看看有没有好玩的东西。邓亚萍也是马院的，你别提那个人啊，我对这个人没有什么兴趣。这个人当年他的梗很多，当年2008奥运的时候，我记得2008奥运的时候，那个邓亚萍说是要把北京的所有的那些什么乞丐、要饭的都赶走。这个是应该是邓女士的经典语录了。大妈，你是混进来的是吧？两块混在学生中间可以啊。大学生里面有没有喜欢孟德斯鸠的？法学生肯定有很多，法学生肯定是很多喜欢的。现在你知道啊，这个马院的那些大学老师好像是很多人抢着进马院，因为他待遇不错，然后呢是吧，又不是说那么的繁重繁忙。前一阵儿爆出了好多马院高校老师的丑闻吧，
好几出啊。马院现在主要讲佛学儒家，我说实话，我是真没进马院听过课，我还没进马院听过课呢。哪个学校的学生都有思想啊，你看你话说的。严谨清秀，烟草制品，酒精饮料。酒精饮料不能。你这些东西我都不上。Hello。你们，其实吧，其实我是说实话，我是来买东西是假。买东西是假，是马哲。说实话，马哲的书，我毕业以后啊，我全部的卖了啊，卖垃圾了，当垃圾卖。这是什么东西？马哲，马哲都成了，哎呀，算了，这个直播间里还是不聊马哲好。观察者天天吹孔子，是不是因为孔子和这个马叔叔做了一次深入交流以后，现在孔子也那个了，孔子也正确了，现在是不是孔子也正确了？这么我上学的时候是挺好的啊，我说实话，我很感谢我的老师，因为我的启蒙都是我的老师，很大程度上也是老师啊，老师带路的。那个时候，但是当然是那个时代啊，那个时候，现在不知道了，现在不清楚了，现在应该是不太一样了。马家爵都多少年的事儿？是零几年？马家爵是零几年？八小时工作制，我们的八小时工作制，你得感谢我们加入世贸是吧？加入世贸。人体舒压，这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人体舒压的？青岛市大学不少啊，青岛市。现在山大在青岛也有校区啊，有中国海洋大学、中国石油大学啊、青岛大学、山东科技大学、青岛科技大学、青岛理工大学、青岛农业大学，数得上名了，可能就这些了，其他的我都不是很清楚了。
非常，就是那种好像是 P 版吧，那个大海报。我来学校没什么动机啊，我来学校就是散散心的、啊，好，散散心，看看有没有想买的。其实这些教科书，哎，这不有个刑法，这个刑法还不错。那刑法怎么卖啊？这刑法八块。八块钱？你把中国的刑法贱卖了啊？是有点贱卖，卖便宜了。这还有本民法。刑法，刑法很行啊，是不是说？刑法，这种法条的书，我真是太多了。这是计算器吗？对，计算器。这多少钱？计算器卖多少钱？计算器，谁有计算器？差不多一样，差不多。三块。三块。嗯。啊，这不六块吗？反正也没用。三块钱，好便宜啊。对，多便宜啊。三块钱是挺便宜的。反正都全新的。你们是用计算器做什么用啊？我们考试的时候用计算器。考试用计算器，因为我们有那种很精密的数字。你们是什么专业的？标准化工程。哦。我考物理的时候就考物理那种。我们有一些就是。考试也可以用计算器吗？对，它有的数很大，就算不出来。对。哦，明白了，那么回事。那我在哪能卖书了？帮我买，这门是真买书了。哇，这么多！你回来。这些书都是，哎呀，不是一个专业的，隔行如隔山呀。好恶心，这才贱玩意儿，这不卖吗？这卖。我最近人又买一堆书，这红宝石。红宝石，你再卖早点。对。哎，同学问一下，西院是不是也有个跳蚤市场？对，但是摊位比较少。比较少？你从那个前面那个地下通道你知道吗？哦，我知道。啊，过去就有。哦，好，谢谢啊。没事，在会员前面。哦。这个扎盐又来了，扎盐你又来了，翠花楼这个家伙。你就知道翠花楼啊。都是，哎呀，现在前一天来的时候还人没这么多，今天来这么多了。今天因为他们快离校了吧，差不多，还有十来天，我估计他们都这些学生这一批学生都走了。这一批学生基本上再过十几天就差不多了，就。他本来就是那扇，你看别的。我到了那个，好了，新疆。对，还有20天，还有20天。这个。青岛，绝对的很舒服。现在潍坊已经很热了，但青岛现在很凉快，晚上还有点凉呢。温台的话，就是我想看看你的卡片。哇，
了。为什么卖这么多卡片呢？是急的吗？是没有多长时间，就是。请问这些卡片是你们自己集的吗？是，对，没错，都是。就是你们喜欢的明星。你还整死我！我一个也不认识，现在。就是那一个守着就这么多。得亏你不是个九零八的。卖衣服的，黑的白的，抽空线下见面聊。没有线下见过的。基层的价格，还有那个价格，我是拉又拉不出来，然后线上去游。哎。这个是什么？咱们也不知道。你看一下这个画，也不知道。可以拿出来看，就墙上贴画。哦，这个。四级。墙上的贴画啊。可能这不是四级。四级有可能，哎，四级我。我又想买了。这个。这个我用，你买了。不要了，我选他要了十二元。你们说的都是一些大企业，你说的都是一些大企业。觉得一个地方经济好不好啊，还得看什么，还得看，对吧？哎呀，小微企业。今天也算是记录一下这个毕业季啊，记录一下这个毕业季。我拿桌子去。去西院看看，这个院的，这个看的差不多了。差不多了，上学。黄岛区就是青岛的高新区啊。前面的女孩很不错，哎呀，你是真稀罕啊！青岛大不大？青岛原来很小，老城区很小，现在你要加上这几个，对吧？几个地区市的话，就很大了。歌尔好像已经不行了吧？歌尔、潍坊，我在潍坊我知道，歌尔好像苹果的单子都没了。苹果的单子都没了，少了好多。原来歌尔那一块，高新区歌尔那一块很热闹的，人特别多啊。这个现在已经不行了，那个地方好多生产线都没了。现在应该说是，哎呀，这个经济形势吧，一言难尽。为什么好多人？啊，最近的跳，是吧？从桥上跳下来的人很多呢。跳，反正是从楼上跳下来的，从桥上跳下来的都很多。其实说白了，就是一个经济问题啊，就是一个经济问题，就是经济出了问题啊。这些人的经济出了问题，负债了，压力太大，对生活失去信心了、希望了啊，所以说干脆就一了百了了。
没有新闻，哎，但是我们在群里分享，经常分享，我们在群里分享这种，最近我傍晚的时候刚看了一个，说是广州啊，又有一个人报复社会啊，开着车到处乱撞，哎，现场惨不忍睹啊，现场惨不忍睹。所以说没事儿尽量少上街呀，现在有你不知道街上行走的有些人，他们的生活已经崩溃到崩塌到什么程度了。怎么进群？我们都是很私人的群的。北京的那个写字楼空置率啊，最近我又看个新闻，北京的写字楼空置率租金是吧，空置率很高，租金都下来了啊，租金下来了，空置率很高，都是一些对吧，都是一些经济的一些面儿，一些细节啊，可以看出现在的经济是什么情况。上海，那北京、北上广，这都是中国正儿八经的一线城市啊，尚且如此，你再到一些小地方去，哎，更不用，就其实，哎呀，就不用想啊，不用想。你想的美，你就想想就行了啊。那个炸烟，你就想想就行了。青岛当然比不上上海啊，上海尚且如此，青岛的楼市最近也不行了，看楼市就行了啊，看楼市，楼市都开始，哎，跟雪崩一样。潍坊的楼市也是啊，潍坊的楼市，我的房子在那个房价的最高点卖出去了啊，卖了好几年了。卖了好几年，2017年卖的，房价最高的时候卖的，幸亏啊，我这做了一个人生很重大的决定。现在好多人就是卖房子挂上去之后有价无市，一直降价，然后一直也没有人买。一直没有人买，惨烈，只能用惨烈来形容了。反正我说实话，我又不打算是吧，我又不打算在这里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和我没关系啊。说到关心切身利益的话，和我没关系。房价高低也低，和我没关系。不是，主要是你在这个，他这个经济遵循最基础的规律吧，是吧？供需关系嘛，供需关系。你现在供的多，需的少，是吧？供的多，需的少，他岂不是要，是吧？怎么说呢，你是差不多是吧，你得差不多呀。其实现在说实话，虚真是，哎呀，虚啊，他你得有钱那种虚啊，对吧？你不是说我分文没有，我想要房子，这叫虚，这真叫虚了是吧，这不是真虚，就这就有差不多，有点钱，有点积蓄啊，能够真想买。前些年房子我不说嘛，青岛的房子，青岛这些周边的房子都那么夸张是吧，我如果说有套房子的话，我肯定卖掉，然后我就买张机票是吧，我周游世界去了啊。青岛大学和市区多远？它就在市区。
这个学校啊，位置很好，位置极好。现在怎么说？你说前些年说是中国的丈母娘把中国的房价提，好吧，提上来了。那孟德斯鸠的书，我肯定推荐大家看啊，孟德斯鸠的书，把论法的精神通一遍的话，基本上好多事情都迎刃而解了，好多疑惑都没有了。孟德斯鸠就是论法的精神啊，你这是他最著名的著作了，你把这本书啃完了，基本上你在法学上就启蒙了，政治学上也启蒙了。孟德斯鸠被负重批判的批的、啊，就是非常那种闲言，我感觉随便让他批，我感觉随便让他批啊。你要知道这些学术哈、啊，搞学术的，你得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啊，你整天的在家里不干活，脱离生产，然后整天的看书做研究，这都需要成本的，需要成本。所以说，对吧？那马叔叔、马克思。如果没有恩格斯的支持的话，他上哪去啊写什么资本论呢？那恩格斯给了马克思多少钱啊？问一下，就是往那个711走是走这边。这个西院哈，这个西院啊，这个跳蚤市场啊，以前我就是住这个院儿的，就住西院儿的，这个市场我比较熟啊。他有个爵博士学位又算个屁呀、啊！有个博士学位又算个屁啊！他这个东西，不是说嘛，有些东西啊，那个东西它有就是有，它没有就是没有，是吧？它有就是有，它没有就是没有。有些东西，那有些人身上他就是没有那种东西，比如说良知，有些人就是没有啊，啊，心是坏的，你，他读到他成了宗师，他也不爱他是个坏种，是吧？我说有些人，这个已经少了好多了。这有几个，可能就是应该是扒铁的留学生。老师 ，No, your teacher is not me. Maybe we are. No. 观察者网我基本就不看，你知道吧？观察者网就不是我的菜，观察者网就不是我的菜。
这些书没有一本是我喜欢的书。我给你买个什么概率论语书。这个怎么这边人这么少的？那个，哎，那边人多呀，这边人这么少。卖花的。现在不是在加班，现在明显是在玩嘛。我去，这个东西。贵吗？可以接受的那个花，对，夏天必备，已经开始。这边人这么少吗？这边公园人多。这个炸爷哈，你真是够了啊！你这个人，你真是。是什么东西？全是些女生的。哪个学校？青岛大学。这是谁？英语竞赛。口罩怎么卖的？好，我来一趟，我得买点东西。2块钱一包。卖的太便宜了，当年这玩意儿，那三年，这一包这个贵了。来两包吧，来两包。给现金行吗？行。但是我找不开。1块钱，没有1块钱。没有。那我刚才我扫你。为啥都是女生在摆摊？女生会过日子，女生会过日子。要不扫你是吧？哎，这是啥？面霜。那是什么？牙膏吗？咖啡。咖啡。那个4块是吧？是不是4块？这个不卖。这两个多少钱？我给你了哈，我给你了，我给你了。嗯，好。哎，你好，那个是香薰吗？这是香薰蜡烛啊。加1块钱买个计算器，我这我不要了，我不需要那个计算器。口罩还是可以用的。孤烟木蝉，哎呀，不要提那个娘们儿。孤烟木蝉，不要提那个人。这个线还是挺好的。对，它就是可以，就比较蓬。孤烟木蝉。口罩，买口罩得了。Thank you.
可以看看这个。这个戒指是全新的，没有戴过，一次没戴。孤烟木禅阿姨多大了？那个人快五十了。孤烟木禅是不是快五十了？这是个听不到，听不到。你说这个女生啊，这个女生挺好看的，这个点了都好多都那个了。行了，这跳蚤市场这边不如那边热闹。买了两包口罩，呵呵，这个东西能用得上。你这个话说的，你这叫什么？你这个话就侵犯了别人的自由了，你知道吧？侵犯了别人的尊严了。说句不好听的，有人对你的，对吧？对 you mother， 我这么说的话，你会怎么想？在那个聊这个性交易合法化那期，哎呀，对不对？人家那些反对性交易合法化的人说得很明白啊，他说你就得问问你，如果有兄弟有姐妹是吧，有母亲啊，是不是要从事这个？董佳宁我怎么评价？董佳宁，我说实话，我对董佳宁我基本我也不了解啊。他的节目我好像就看了一期两期啊，但是呢我也是喜欢贴标签的，这些从观察者网出来的是吧，我基本上我完全没有看的欲望。摘下来了，对，现在这个都毕业了，打印论文了，都得打印论文啊。对，是啊，你说的对，就是这个学校。观察者网发展这么大，显然他很政治很正确是吧，他很政治正确，对不对？他政治正确他才能发展啊。如果说整天的要么就是是吧限流，要么就是审核不过，要么就是是吧，他可能发展大了吧。反美不反资，反资的时代过去了，反资就更可怕了。反美还不是是吧？基于国家利益反美，还是还有的说是吧？你要反资的话，那就回到几十年前了，回到几十年前反资，应要社会主义的草，不要资本主义的苗。富贵不能淫啊！我在直播间里我这么回答你，回答这个6236162啊，富贵不能淫，威武不能屈，大丈夫。
这个死丙一休，你死丙一木，你问的这个话题过于尖锐了哈。这个话题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你啊。感谢天下围攻两千，你的小花花。大学生摆摊都看了一圈了，我不能整天的，哇，一转一遍又一遍吧？那人家肯定觉得我是个是吧，色眯眯的，不怀好意。我这是装作去买东西，转了这么两圈，看了看。有些问题不需要我直播间里能聊的话题并不多啊，直播间里能聊的话题并不多。有些问题自己去想，自己去查资料，很多资料还是能查得到的。你要放到那以前那个时代，那肯定的摆摊显然都属于资本主义的草啊，显然都属于资本主义的苗，这毫无疑问的，摆摊显然就是资本主义啊，摆摊就是资本主义，正儿八经的资本主义买卖嘛，是吧？买卖。那有些人摆摊会摆摊做买卖，人家有眼光啊，人家会做买卖，人家也敢想敢干，人家有那个聪明才智，然后呢慢慢人家就赚钱了。你像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，那摆摊的好多都赚了钱了，炒瓜子的摆摊的是吧，卖做小买卖的，那时候对吧，那时候好多人都赚了钱，积累了第一桶金。这社会哈，有些人就是，就说从那个什么时候开始，从说就是近200年出现某些理论，啊，总以为人的能力是无限的，总以为哈可以计划一切啊，总以为可以计划一切，真的，我说实话哈，就是，哎，这世界上有些人就叫什么人，叫妄人啊，妄人，就是。有句土话叫什么？叫撒泡尿，自己照着镜子啊，或者说，是吧？自己上秤上去称一称几斤几两，人现在你看，我说这个大学里各种专业啊，不同的专业之间，每一个专业啊，那个知识的含量都很高，是吧？分专业嘛，你有那种全才吗？啊，有那种全才吗？青岛大学有博士点，十好几个呢，十几个啊，14个是15个。废品行业原来也出了好多的万元户啊，所谓的万元户，就那时候叫流行过叫万元户，所谓的对吧，有钱人啊，废品行业好多人就是靠捡废品卖废品啊，做废品买卖，然后买了房买了车，是吧？人定胜天，哎呀，我觉得你要表达一种大无畏的精神可以这么喊啊，但是你要论科学是吧，你要认真细究的话，那人定胜天这句话，那他是在一定的情境下可以这么喊，是吧？你要是论就较真儿的话，那人怎么可能胜天呢？首先，天规定了人有寿命，是吧？天规定了人有寿命，所以说人都会死。你不管你喊不喊万岁，他一样会死，是吧？不管你喊千岁还是万岁，人一般不到是吧？不到100都挂了，这寿命嘛。你说人怎么胜天？天不用，听不说天会收走每一个人，是吧？天会收走每一个人，你怎么赢他啊？人的寿命都有限，你怎么胜天？天底下到现在科学这么发达，也没有发明长生不老药了。所以说这个世界有时候公平的地方就是，是吧，再坏的人啊，或者说再什么的人，他总会死的啊，总会死的。青岛人有没有不要把青岛和上海比，是吧？你看上海那一线城市，青岛呢啊算准一线，只能算青岛那算
对吧，介于一线和二线之间吧，啊，往高了说，反正青岛是算不上一线城市的，啊，我是这么认为的，在我眼里，一线城市就是北上广深，但是青岛在济南，在山东，这是第一城啊，这个没有毫无疑问。假如说山东的省会搬到济南来，搬到青岛来，那么济南不是青岛的发展，那肯定是更厉害。更厉害，感谢卓胖小能手你的人气票啊，歇会儿歇会儿。哎，这孔子像，这是这个就是孔子像。黄志贤，哎呀，我看过呀，看过。前几年我特别的关注这个，那个时候我比较喜欢那个谁，那个，哎呀，算了，台海的问题还是不聊这个。小鸟只是愤怒啊，至少有个目标，小鸟有明确的目标。那国内这些城市哈，本质上都一样啊，都是中国的城市啊，本质上都一样啊。现在香港呢，是吧？回归这么多年，也慢慢的中国化了。香港，对吧？原来香港很国际化，现在呢，就本土化了。你不能叫中国化哈，叫本土化，本土化。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。人啊，人，孔子的核心思想就是人。孔子讲仁，孟子讲义啊，所以说孔孟之道就是仁义，仁义。当年看那个日本拍的那个关原之战，关原之战上那个石田三成啊，他就拿着孔孟之道，也就是仁义之道，去游说这个小早川秀秋啊，希望小早川秀秋呢念在泰阁的恩义，然后呢在官员之战的时候呢要帮自己。石田三成就是用仁义，用孔孟啊来游说这个小早川。哥，你失业了，我很同情你，但是呢你也不要怪自己，因为不见得是你的错，大概率不是你的错，因为是个大环境的错啊。因为现在好多人都失业了，好多人降薪了，好多人失业了啊。所以说有些人你看最近是吧，从河上跳河的很多，跳楼的也很多啊。对，感谢二次油刀匠你的电池啊。啊，你们哪有什么看女生换衣服啊，你真是。想啥呢？哎，算了，大晚上不戴墨镜了。看，玩了半年，现在怎么说呢？现状不可描述啊，现状不可描述。啊，当然我国的经济那未来一片光明，我国的经济未来一片光明，但是现实呢现在就是不可描述啊，不可描述，只能说呢就跟一个，哎呀，怎么说呢，你不能崩解吧，就是原来的一个经济体系啊正在处于那个雪崩的状态啊，雪崩一样。不用客气，那个不论是失业了还是怎么的啊，遇到任何的什么困难，一定要珍爱生命啊，珍爱我们自己这仅有一次的生命，绝对不要想不开，很多痛苦啊都是外在的。欠钱的这个事儿啊，欠债这个事儿，本质上讲呢不是个事儿啊，尽管我国现在咱们国家的很多这方面的法律没跟上，尤其是个人破产法，
我觉得是，哎呀，赶紧出吧，个人破产法啊，赶紧出，因为你不出，好多人现在，据我所知，好多人是吧，也躺平了，他们的征信也不要了，然后，对吧？钱现在钱这么难挣，他们也不想还了，他们也还不上，因为没钱是吧？他们自己生存都很难。一年二三十个可以啊，因为一年二三十个的话，你要看看这个平均数字的话，你超越了大多数中国人。就是要开开心心的啊，吃好喝好睡好，尤其是睡好啊，这个睡个好觉，第二天有精力有精神，该干什么干什么啊。有些我们现在解决不了的问题，我们就干脆你就不管它。王秉忠又提这个王秉忠了，应该上一次也是上一次直播的时候也是你提的王秉忠吧。哦，王秉忠，我记起这个人来了，我以前看过这个人啊，他和那个侯什么亭啊，那个戴眼镜那个小伙子啊，今天又直播了。对啊，今天因为这不正好又来青岛嘛，又来青岛顺路了。翟什么英，我肯定看过呀，肯定看过。这个人他在这里的时候我看过，他在那里的时候我也看过啊。我只能说这个人是个投机分子啊。当然了，你也不能说人家有多么的什么是吧，因为在某个环境之下的话，感谢于中病你的礼物啊。在某些环境之下，你太有良心，你太有道德，你就会处于一个完全是叫什么啊，你就没有出路啊。看环境啊，在一个环境里面，人吃人的环境里面，你太讲道德了，你如果说你本身就是出身草根的话，那么我看不到你有任何的，应该是没有什么出路。翟山鹰，那个什么鹰啊，那个鹰啊，那个翟鹰啊，我觉得这个人他也不是说坏啊，他也不是说坏，这个人就是说，在这里的时候呢，他是一副嘴脸啊，到了外面呢，可能就是说释放自我了啊，释放自我了，在这里呢，他是戴着面具的，可能到了外面就是吧。王秉忠口才不错，人家是从政的，口才不错是应该的，口才不好从不了政。胖猫厉害，胖猫是怎么的呢？他这属于叫什么？这就是时也运也啊，他并不是说很有意识的去玩这个游戏，玩这个王者荣耀啊，能赚钱。他不是说有计划的，他是说他喜欢玩这个游戏啊。后来呢，这个游戏又很火，大家都玩。然后呢，他发现他技术可以，还可以代练，对吧？他就属于一种，他这种情况下赚钱就属于那种叫什么，你不能说他叫无意识，只能说他运气比较好，通过运气比较好赚的钱。对，老天少饭吃，他这个不属于那种。Hello， 你好，毕业了啊，毕业快乐，谢谢。那个，来楼上看看。
这是哪里？这是教学楼啊，教学楼。秋意，我知道秋意啊，我知道秋意，我以前我还挺喜欢这个人的。秋意我知道啊，秋意我知道。我要干嘛？我来转转。什么时候出新视频？这时候肯定还会出的，这时候还会出，因为最近集中精力，跟板上之云。集中精力跟板上之云啊，美国史看吧，感谢天下为公两千你的礼物啊。美国史肯定会更哈、啊、美国史肯定会更。图书馆没那么多作文吧？图书馆应该没那么多作文，而且图书馆很远，啊，图书馆太远了，有些学生是吧？你跑到图书馆去，太远，不方便。有图书馆肯定有啊，大学能没有图书馆吗？当年上学的时候，就是觉得上了大学，是吧？可以在图书馆里看好多书，随便看好多书。山东就是很卷啊，山东就是很卷啊。那我说过嘛，我那个高中同学。高中一个同学是学渣啊，学渣，人家有这个本事跑到北京去考试啊，随随便便上了个北京理工。对，因为我能想起我以前的很多事情来。勾起我很多的回忆。你去考江苏那边去，江苏也很卷啊。你是东北人，你就在好好在东北待着，是吧？东北高考容易多了，比山东啊，比江苏，东北高考简单太多。当年我也有东北的同学啊，我也有东北的同学。江西也很卷，江西也很卷。应该说中国怎么说呢？除了北京啊，上海呀、啊，
等少数几个地方啊，其实大多数地方都太很卷。当然了，像河南啊、山东，这就属于特别卷的，特别卷的。说实话，这个山东的学校啊，学习氛围都不错啊。比如说，以前有考研神校啊，曲阜师范大学，对吧？他为什么？因为山东孩子本身要考到这里，说实话，考到这个学校，在山东啊，你已经算是好学生了啊，挺不错的学生了。当年我是个上的普通高中啊，我在我们班里考第三名啊，第一名上考山大啊，差一点儿，然后呢滑档了啊，然后第二名是上的中国海洋大学啊，第三名我就来这个学校，知道吧？我在高中的时候成绩很稳定，就是一直都是前四的，就最后高考考了个前三，就来这个学校。分差那时候分差很低，分差很少啊。河南山东是地狱，这个东西，现在这高考移民那个时候就是有些人有门路啊，就是你舍得花钱是吧？舍得花钱有门路，你就能够所谓的高考移民，是吧？高考移民呢，那你想想，那就真的是。不，我初中啊，学习不是太用功啊，所以说呢，考了一个普通高中，那在高中还行，学习啊，努力。那个你要知道，我们那时候高中也是五五分流，就是说我们那时候班里一个班多少人啊？50多个人一个班，最后哈上高中的啊，上高中的就几个。十几个人上高中，还有一部分人是从15名以后，有一部分学生是干什么呢？是分流了，上中专了，上职业，就是职业中专了，啊，上那种学校了。然后前15名呢，可能前7、8名能上个重点高中，然后后边呢就上普通高中，啊，我是上了个普通高中。你所以说你看。一路走来，实际上原来我还没有细想过，其实，哎呀，真的是，就是中国这种学校哈，这种学校与竞争是很激烈的。当时你想想，初中的时候一个班50多个人，结果呢上高中呢，只有就十几个人上高中啊，后边那些有一部分啊，15名以后就上中专了。就筛选，很残酷啊。然后在这上高中的学生里面啊，你想上一个好一点的学校啊，那又特别惨烈，又很惨烈了啊，又很惨烈。为什么上海思想开放？那因为上海它是一个商业都市啊，为什么叫海派文化呢？是吧？北京它是一个权力中心呢，是吧？所以说北京官多啊，上海就海派文化。那你问我喜欢哪一种文化？我肯定喜欢海派文化，海派文化啊！我不说我不一定喜欢上海人，但是我肯定喜欢这种商业氛围浓厚的这种城市。我不喜欢这种权力啊味道很浓厚的地方。所以说你问我喜不喜欢北京，我可以明确告诉你，我一点都不喜欢北京。我北京这个地方本身是吧，它就意味着本身北京这个地方就是胡人北方的狼族统治中原，他们在这里找了个立脚点啊。南你看北京那个位置，北边是吧，就是法国文化还行吧，法国文化挺不错的。法国文化，
法国在世界上没有造那么多的孽啊，不像德国一样啊。你问我喜欢更喜欢德国还是法国？那德国我肯定喜欢德国好多地方，但是你要真让我选的话，我可能我不一定选德国啊，因为德国毕竟，在近代历史上，造的孽太多了，造的孽太多了，就说明他造的孽多，就说明这个国家文化上啊是有一些问题的，是有些问题。英国和德国，我肯定选英国呀，英国是自由之乡嘛，啊，这个从起源上讲的话，这英国这其实就是自由思想就起源于英国。你内心是法国人，你是不是在法国留过学，还是怎么的？法国和英国有什么区别？这个就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了。那你说有什么区别？那英国是自由之乡是吧？法国呢，民主思想是吧？民主思想在法国也是叫什么的？有人认为啊，民主思想就是从法国起源的啊，近代意义上、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思想就是从法国那边过来的，是吧？英国是自由，自由的英国啊，民主的法国。我在这期视频不是聊到了吗？然后呢，美国呢就是对法国的、英国的思想呢进行了一个伟大的实践。德国，你那是因为他们不够了解德国。如果他们足够了解德国，他们又喜欢德国的话，那显然他们是吧？我觉得，多多少少有些问题啊。当然，德国也确实是出了很多大哲是吧？大思想家，孟德斯鸠是法国人啊，对啊，是吧？所以说我倒不是因为孟德斯鸠我就喜欢法国啊，而是说啊，我是觉得法国、英国啊，他们在这个对现代文明的贡献都很大，都很大。我去，这有个，这是个什么车？保时捷，包黑哥。洛克·孟德斯鸠，这个没有必要去做个取舍啊，这个没有必要啊。那肯定孟德斯鸠受洛克影响很深啊，洛克在前，孟德斯鸠在后啊，他们很多思想都是有传承的。有些人肯定是喜欢那种是吧？那军功赫赫的是吧？战功赫赫的，人都是总是有慕强心理的，有慕强心理，这个也这个都可以理解啊。谁不喜欢强者呢？是吧？谁喜欢弱者？实际上没有人喜欢弱者啊，谁都想成为强者。这些店都多少年了，多少年不变了。这个书店也多少年不变了。那一年我和我前任回来的时候，我前任也是热泪盈眶。洛克，你还是改名夏洛克吧。夏洛克，波兰是一个怎么说呢？是吧？那肯定是一个很伟大的国家，很伟大的国家。人家几次有亡国的危机，然后呢，是吧？然后几次被灭国了，然后还能复国，这很厉害，这个国家很厉害，而且。很重要的是，这个国家现在是吧？穆斯林很少，什么意思？
穆斯林很少，这个国家就相对来说比较有前途，比较有前途。哎呀，再去感谢边缘小明你的电池啊。哎，我操了，我应该从这儿走。当年我来这个学校第一晚上，就说入学第一晚上，我就在这个小花园里看到一位学姐学哥在这里亲密的接吻，给了我小小的震撼，就是在这个地方。波兰比较有前途啊，波兰挺有前途的，穆斯林少嘛，他这个国家穆斯林少啊，未来啊，这些穆斯林少的欧洲国家呀，他会成为是吧？欧洲啊这个对欧洲反伊斯兰化的一些主阵地啊大本营。接吻肯定是小场面，接吻是小场面，接吻算个事儿嘛，啊，日本也很少，日本未来别说日本还是很有，你要从这个伊斯兰化这个角度来切入的话，日本肯定是比较有前途的国家啊，比较有前途。怎么看待殖民？这么说吧，你看这个，殖民首先，首先一个很落后的国家，非常非常落后的国家啊，它被殖民呢，它是坏处很多，但是好处也不少啊，好处也不少。你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啊，看香港、Hong Kong、澳门。是吧，这就是两个被殖民的很好的案例，当然也有一些地方被殖民坏了，是吧。英国殖民新加坡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啊。如果说没有英国殖民新加坡的话，新加坡这个地方，对吧，你看李光耀，人家就是因为有英国殖民这层关系，李光耀上英国学的，是吧，学的法律，接受了现代文明的熏陶，回来以后他也按照，其实就是用英国的那种思想制度啊来治理的新加坡，主要是用英国的法治啊，英国的这些东西来治理的。当然新加坡也不见得有很有前途，因为新加坡的穆斯林也很多啊，新加坡穆斯林很多，而且新加坡呢跟以色列差不多，它处在穆斯林的汪洋大海中啊，新加坡的情况还好一些，这个只能说这个以色列实际上以色列是命悬一线的，你别看他很强，因为他是，但是他虽然很强，但是他处在穆斯林的汪洋大海里面，他输不起，输一次以色列就挂了，输一次以色列就没有了。我这在哪？我在学校里面。两个月再剪完前面一个针，他们抽的佐助。法国庞勒，法国勒庞。写乌合之众那个人吧，我这在哪？我在学校里面。学校里面。我不是返回，我不是返回。但是你要这么说的话呢，他也有道理，是吧？因为我是对任何一个前现代文明的东西我都不感冒的。假如说这个一个前现代的宗教文化，如果说它没有那么大，没有那么强的侵略性的话，普世性的话，
像犹太教是吧，犹太教本身也不普世啊，也不现代啊。你看那些极端的犹太教徒啊，哈迪瑞是吧，他们都是些前现代人。但是你要知道，以色列他不犹太教一个好处是他不强制你信犹太教是吧，他不强制你信犹太教，他不是普世主义的啊，他不是普世主义的，他是个小众的，人家就是自己犹太教就是自己就觉得自己是小众的，他不像犹那个伊斯兰教和这个基督教，他是普世主义的啊。他们你看基督教的传教士拼命的到处传教是吧，然后那些穆斯林也拼命的啊，对外想把他所到之处都给绿化了啊，不是那个勒庞，我不是那我不是很了解，你说的这个都太专业了，就是不现代化。所以说看待中东问题啊，我觉得就是要站在啊伊斯兰化的角度来看中东问题。你看一些什么人道主义，我不说吧，人道主义是一种啊，可以说是最高价值，但是呢对吧，它还不是对吧，它只能说是一种接近于最高的价值，但是呢它这个人道主义你要分时候是吧，要分时候，你就跟那个日本挨原子弹一样是吧，广岛长崎那些日本人你说啊扔他们原子弹肯定不人道啊，肯定不人道，但是你说不对吗？当时美军就不应该向日本扔原子弹吗？你如果说不对他们，你对他们人道，那意味着他们还要反抗，那意味着还有美国还要死更多的人是吧。但是这场战争又不是说美国人发动的，是日本人发动的。所以说这两位想想在直播呢。感谢鱼子妻哈，妻子鱼。不是，我是说，你看你现在好多人看加沙问题啊，就觉得加沙的那些巴勒斯坦人很可怜。但是你知道啊，为什么会有今天这种惨状？不就是因为今去年嘛，是吧？哈马斯发动的阿克萨洪水行动嘛，是吧？虐杀了2000多个吧，是不是2000多个以色列人？所以说这就跟一样道理，战争不是人家以色列挑起的，战争从来不是以色列挑起的。而且就好多支持哈马斯的这些人呢，他们也不知道是吧，哈马斯他们的诉求是什么。至于这些巴勒斯坦人，哎，我这么说吧，就说这就叫秀才遇见兵啊，你跟流氓你说不清楚。为什么？我看过好多好多的，就是说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他们的一些学生啊，一些学者他们的辩论，最后这些巴勒斯坦人他们都怎么说啊，他们都说他们就是要消灭以色列，不承认以色列，从河到海啊 from the river to the sea 是吧，巴勒斯坦终将自由，这句话的意思是就是消灭以色列，不让，就是说在这个地方不允许存在异教徒的国家。不是，两边都不是好东西啊！这句话其实，这句话至少比那种哈，天真的以为啊巴勒斯坦就正义要好多了，这种观点。但是你要知道，战争是谁发动的？战争是谁发动的？实际上，五次中东战争，你仔细瞧一瞧，其实基本上都是这些穆斯林，他们惹的事儿啊，他们生的非。不要对一个，千万不要对一个极端宗教的前现代宗教的一个是吧，原教旨的这种宗教的这种人抱有什么啊道德上的幻想。这哈马斯团灭，他这个宗教不变是吧，他还会出各种什么哈根达斯是吧，啊哈瓦斯啊，什么华什么斯，他还会有是吧，宗教问题。我们现在你看，我们能用手机啊，用这些手机还有这些大学
全部都是现代化的一种结果。而现代化的发端，其实它就是发端在少数的国家和地区，就是西欧西方，是吧？是人家就是少数人少数国家发展出了现代化啊，使我们汇集到了全世界，这是一个铁样事实，没有什么可争辩的。我说现代化这个观念，好多人脑子里是没有的啊，没有的。不是西方中心主义啊，你看这个西方中心主义，它就本身这句话就有问题。什么叫西方中心主义？我是站西方吗？我不是西方人，我为什么站西方？我是现代中心主义，明白了吧？有些人就是故意的，区分不了或者不想区分啊，什么西方东方，没有什么西方东方啊，这些东西。这些东西并不本质，本质是吧？是现代与前现代，文明与野蛮，就这么简单。动不动就西方中心主义，有些概念就很扯的，就是混淆视听的。有什么西方中心主义？我不是西方人，我干嘛扯什么西方中心主义？我是现代，是吧？文明中心主义，现代中心主义，在我这个世界上，就是说。就两种人啊，现代人和野蛮人，或者说前现代的人，就两种地方，文明的地方和野蛮的地方，野蛮的地方就是前现代化的地方。我在直播间说过好几次了，当年我这个对我阻碍最大的一种思想就是民族主义啊，我从民族主义这个坑里爬出来。费了好久，所以说，啊，过一阵儿我肯定要做一个民族主义的系列，就是让大家好好了解一下什么叫民族主义，它为什么会这个玩意儿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，为什么说有些人是吧，啊，有些乞丐，啊，有吃不上饭的，都整天的，哼，都脑子里满脑子这个。你看我说实话，目之所及啊，这些汽车啊，我用的手机啊，学现在这个大学这完全只是现代化的产物，大学是现代化的产物，中国古代没有大学的啊，有大学那两有叫大学那两个字的东西，但是它不是一个，它指的不是一个事儿，是吧？不是一个事儿，中国古代的那种大学，那叫太学之类的。那叫啥呀，是吧？它不是一个事儿。稷下学宫，稷下学宫本质上讲，它是个什么机构啊？稷下学宫就是一个智囊，算是个智囊团，是吧？算是个智囊团，顶多算是个智囊团了。又来了那一天吃的那个那个串店了，这个串店太实惠了。野蛮会战胜现代？会啊，怎么不会？会啊，经常会啊。但是靠最终这个东西战胜不战胜，有时候是靠武力的，是吧？靠武力。伊朗和加沙的结局，哎呀，因为现在的国际形势吧，你知道吧，投鼠忌器，不能预测的，不能说的，说这干嘛？投鼠忌器，对吧？伊朗，大俄，你想想，哎。没法说，你怎么说，是吧？我们又不是说。
置身事外，置身事外我可以说。历史会终结吗？那我们都是接班人，我们都知道是吧？我们都知道，历史的在那套体系里面，历史就是会终结，会终结啊！啊，原始社会，啊，原始社会，奴隶社会，封建社会，资本主义社会啊，社会主义社会，最终成为奔向共产主义啊，世界大同。历史终结论现在不是那个，哎，看这个就是那个，这个就是那个什么学院，那个马克思主义学院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学院，马克思主义学院，好多见了，这几年见了好多的马克思主义学院呢。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就是要坚持马院姓马，在马言马的鲜明导向和办学原则，为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，推动马克思主义进校园、进课堂、进学生头脑，发挥应有的作用。然后呢，这个马院对面的就是心理健康教育与研究中心，不知道两者有什么联系啊。对对，每一个学校都有马院。山东的马院，你就知道中国这些师范类大学哈，中国的师范类大学啊，其实都是保守主义的大本营，就偏保守的，就很左的啊。中国的师范类大学一般都是很左的。你像山东这一片，山东这个马院最好的，马院在哪里？在山东师范大学，在山师的马院是学科评估是 A 类学科评估。就中国的师范类大学呢，一般来说都是，很左的啊，很保守，很左的啊，也很官僚的，往往很官僚的。不管是真左假左，反正就是左。中国的师范类，中国类师范类学校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师范老师嘛，是吧？老师这个肯定他以后他要教书育人的，所以说肯定他们也是重点被，对吧？被引导的对象。这当然这也分学校。哈耶克那一套，哎呀，那个，我觉得呢，真想了解哈耶克啊，真想了解的话，那就是买哈耶克的书啊，买哈耶克的书，啊，《自由宪章》，《通往奴役之路》啊，买哈耶克的书。有些事情还不能怪在马叔叔身上啊，不能怪在马叔叔身上。这个东西就是你，是吧？社会多元嘛，你想看就看，是吧？反正现在这书又不是禁书，你在随便一个大学网站那个购物网站上都能买到啊，哈耶克的书随便买。我又来逛街，我不算逛街吧，就是逛着玩。板上之云不是更新以前的，是因为我原来那个出的那个第三回还有第四回的前一部分我不满意，我非常不满意啊。之前那个版本那个第三回更了好几期啊，跟那个臭婆娘的裹脚布一样啊。所以说呢，我这次更呢，基本上就是以后赶紧的更完，我就以后就不接触这个板上之云了啊。因为我其实说实话，板上之云我都有点聊吐了，因为我看了太多这方面的资料材料了，快聊吐了啊。不是，有些人是
他为什么一提自由，他一提哈耶克，一提自由，一提米莱，他就生理上膈应的，就是因为是吧，对吧？他以前受的一些东西，接受的一些东西啊，是相抵触的。我还是那句话啊，我是改革开放，我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诞生的啊。我呢是一个，我肯定是一个，你要非要分派别的话，我肯定属于是吧？我肯定是很喜欢，啊，我是推崇改开的啊，改革开放的。所以说，我就是，你要对吧？米莱能成概率有多大？米莱概率他成不成功要看怎么跟谁对比，是吧？跟谁对比？他要是跟以前阿根廷那些人物对比的话，那肯定啊，那肯定要比他们好。前因为这个东西也是就是很简单的一道算术题啊，很简单的一道算术题。因为其实你是吧？你这个社会蛋糕经济发展。你就是经济不发展了，经济停滞了，就只在分蛋糕。你分蛋糕，你把那些特权阶级是吧，那些食人之禄的那些人，老满肠肥的那些人，把他们的利益给砍一部分，惠及大部分老百姓啊，肯定阿根廷人民生活会好一些，更好一些啊。感谢可以再燃烧你的电池啊。不是认可改开啊。对吧？不是认可改开，那中国这些年取得了成就，是吧？就是最根本、最关键、最根本的，就是老百姓的生活。那看得到啊，那改开之前老百姓什么过的是什么日子？改开以后，反正我是体验很深啊，我体会很深。说实话，我上学的时候，那时候私家车还不是说特别多呢，啊，但是我毕业以后很快。啊，我自己都开上私家车了，为什么？你放到那个改开以前，你能想吗？改开以前的时候，所谓的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啊，电视电话，那已经算是，那叫那时候人们的想法就是，哎呀，就是楼上楼下电视电话。当然有女孩了，这个操场上女孩很多，男孩也多，帅哥美女非常多。对啊，手电筒那时候真的是算家电，算一个很重要的家电，嗯。我觉得呢，有些事情啊，有些问题呢，恰恰是吧，改开不够深入造成的，不是说改开本身造成的啊。它就实际上你说，哎呀，这个东西在直播间里不能说的太细了，是吧？反正有些事情，啊，哦。看见一个，哎，你们知道有一部动画片叫《太空堡垒》吗？你们知道吧？你们知道有一部动画片吗？我前一阵看了这部动画片，以前只是听说过，后来我看了一下，《太空堡垒》啊。这个拍片子原来是日本人拍的，叫《超时空要塞》。你知道这个，我觉得我看完这个《太空堡垒》以后哈，就是这个动画片以后，我觉得这个动画片特别的有语义，特别的有语义啊，特别的有语义。你知道什么语义吗？最后那些天顶星人啊，就是只知道战斗啊，看见其他的那些外星文明哈，他就消灭掉。哎，天顶星人就是看见其他的文明和他们不一样的文明，他们就消灭掉。天顶星人，但是你知道最后他们的克星是什么？他们的克星是爱，是歌声，是那种就是其实就是流行音乐，就是流行音乐。所以说世界上你知道好多的地方啊，好多地方以前都是禁止人们听这种情情我我的爱情音乐、流行音乐的。
除了革命歌曲之外，还有一些宗教歌曲之外都不让听的。为什么？就他们为什么怕爱呢？为什么他们怕爱啊？就是男女情爱他们都要管，都要进行，是吧？都要进行干什么？对男女情爱他们都要管。这里面它是有，我觉得这里面不是，它不是偶然，这里面有深刻的道理，有深刻的道理在。什么操场？这都是些。啥时候到庆？我一会儿我就去吃烧烤去，一会儿我就去吃麦当劳野馄饨，吃烧烤。对，林明美啊，对，那个角色叫林明美哈，林明美啊，最后他唱那个歌，好像就是关于有爱字带爱字，就说那些天顶星人呐，这个就是创作这部动画片的那个人呢，他在意识形态上。他是很懂的，他深刻的把握了某些宗教、某些意识形态，他们怕什么？他深刻把握了，他把握的很好啊，就是怕爱啊。你要知道现代文明开始的时候，他们的口号是什么？自由、平等、博爱。什么叫博爱啊？还是那句话，有些人看见不同的思想，是吧？看见不同的想法，就要举报。就要消灭掉，这叫什么？这叫恨。他满脑子仇恨，他没有爱，就爱爱爱体现出来的话，就是宽容包容，是吧？你要这些女孩在跳舞，你放在以前一些卫道士，他们可能觉得这个伤风败俗啊，他们觉得真的有些那些封建卫道士，他们可能觉得这些女孩居然在大庭广众之下跳舞，他们觉得这是伤风败俗啊，人心不古。不是，你要知道仇恨就是任何的邪教邪恶的思想都是让你仇恨的，哎，他不包容。你要知道哈，这个自由主义它只是一个平台，它允许各种不同的思想在，但是它肯定不会纵容，是吧？要消灭自由那些思想，任其发展，就这么简单。等到那些想消灭自由的那些思想啊，发展到一定程度，那肯定自由的世界要对他们进行，是吧？定期的清理的。这就跟那个船出海以后久了以后干嘛，是吧？要清理船底下那些什么那些贝壳一样啊，一个道理。就是恨，看见不同的思想，看见不同的想法，他就。有些人就是哎呀，动不动就举报，动不动就报警，动不动就想消灭，哎呀，就是这么些玩意儿。哎，所以说为什么什么叫博爱啊？啊，自由、平等、博爱，什么叫博爱？博爱就是包容、宽容，是吧？你自由的边界是不侵犯别人的自由嘛，是吧？你这些女生跳舞，我觉得这都是亮丽的风景。但是有些原来有些卫道士就干什么？就觉得这些伤风败俗，是吧？就觉得要禁止，哎，动不动要禁止，就跟前一阵那个什么一样。哎，网上一个谁叫郭有才，还是我们山东的啊，火了。当然，这个郭有才火呢，肯定是我觉得是抖音平台他们故意那么弄的，是吧？就是好多人看到那个，好多人现在看到好多的所谓的玩自媒体的，就是哎呀，就是跟妖魔鬼怪一样，有些人就想。把他们禁掉啊，禁掉，封禁掉。我说你怕什么呀？至于吗？说到大实处哈，就是那些有稳定收入的人家在那个体制内的是吧？他们谁玩自媒体啊？玩自媒体的不都是很多都是一些生活无着的人吗？对吧？现在有些人是吧，专门玩自媒体，有些人就是，哎呀。感谢哔哩哔哩32650289220你的礼物哈，那大家说是不是？这个博爱思想，什么叫博爱？博爱就是宽容，
是吧？就是你有你的自由，但是你不能侵犯别人的自由，就这么简单。你看着不顺眼，你看着不顺眼，他又没有实际侵犯你的利益，你看着不顺眼有什么用啊？对吧？你要知道哈，你看这个操场，你看这个操场上，啊，他们每个人都在干什么？都在自由的、随意的释放着自己。有人打球，有人跳舞，是吧？这就是人和人不一样啊，人和人不一样。但是这就像一个自由的平台，总不至于有些打球的他觉得我就在打球，你们不能跳舞；有些跳舞的觉得我就在跳舞，我看你们打球的不顺眼，我就要举报你们。总不能这样吧？啊，这成什么了？对呀，动不动就哎呀喊打喊杀，哎呀我反正是我觉得很没有意思，很没有意思啊，动不动就喊打喊杀，就跟那个天顶星人一样。天顶星人那个太空堡垒上那个天顶星人不就是这么个玩意儿吗？这么个来头吗？是吧？看见不同的文明啊，他就要消灭掉，其实就是人家这个。我觉得哎呀，这个超时空要塞哈，这个作者呢真的是感谢妻子与你的坚持哈，人家真是很懂啊，很懂。感谢32650289226你的电池哈。你看这个操场上，我就还是拿这个操场举例哈。你看这个操场上看似很杂乱，但是每个人他都有自己的利益，他都有自己的自由，是吧？是吧？这个操场很和谐。你看似很杂乱，实则非常有序，这就是亚当斯密说的啊，亚当斯密说的那个东西，是吧？每个人对自己的利益、对自己的自由都有很清晰的界限，对不对？可能有时候会有争吵，会有冲突，但是呢，它有解决的原则，是吧？有解决的原则，有法治在，有法律在。你要知道，我最不喜欢的是操场上整齐划一的在那里跳什么东西、做什么东西，就很整齐划一，我就觉得我不喜欢那种艺术啊，我不喜欢那种美感。我其实这两期做视频，我搜到了一个日本昭和时代日本的一个纪录片啊，我现在这做视频有时候这个视频里面也放上，就是那个昭和时代的日本人啊，你看那日本人啊就喜欢就是做一种大型的统一的那种体操啊舞蹈啊，你看那些女的男的，哎，整齐划一的挥舞着日本的国旗，哎呀。超时空模型，这个动画片，我说实话，我是听他们说的，那个动画片还是80年代的日本，还是出了好多的动画片的黄金时代吧。昭和日本源自德国，你要知道日本为明治维新啊，明治维新后来就是学德国啊。后来就是学德国宪法，你看宪法就是学了德国，是吧？啊，为什么？其实说实话，他们也有时候也觉得英国的君主立宪可能更好一些，但是德国的那个东西更适合啊，更符合日本的国情。日本天皇是至高无上的，是吧？天皇是至高无上的，所以说哎呀，昭和日本，昭和日本呐，最后就真的昭和了，哎，挨了吃了两颗原子弹，日本人还不一定，很多日本人还不醒醒来，还想来个一亿玉碎呢。就那时候那时候的日本人魔怔到什么程度了吧？哎，魔怔到什么程度了？他们觉得日本的国家利益，是吧？他们觉得日本的国家利益。哇，神圣不可侵犯，但是他想过被日本人侵略的那些国家了吗？哇，很快就要7月7号了，那肯定我借着这个聊完板上之云，我就聊大正民主，聊完大正民主聊昭和，聊到昭和就聊到这个是吧？九一八，聊这个七七事变，聊抗日战争，
就很快聊到七月，就我的计划就是聊完晚上之云一直聊下去，聊到七月七号的时候就开始聊抗日战争啊，就所谓的国家利益。哎，有些人就是一提国家利益就觉得就是不容智慧啊，实际上国家利益是非常有弹性的，非常有弹性的。所以说嘛，德国，你说我喜欢德国吗？我告诉你，我喜欢德国的一些地方，但是我肯定这个国家这个文化我不喜欢，我不喜欢德国的一些文化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你看他在历史上干的这些事儿，你就觉得你喜欢不起来，喜欢不起来。你说就是，你说是对这个犹太人进行，哎，那种有组织的大规模的种族屠杀，就这种这档子事儿。对对，洛克说的很对，就洛克和黑格尔，然后很可以代表是吧？英国和德国的不同之处，国家只是目的啊，国家只是手段，国民才是目的。你把国民当手段，把国民当耗材，最后这个国家其实去昭和啊，就昭和了。我喜欢现在的德国，现在的联邦德国，他肯定和现在你说默克尔，我肯定不喜欢默克尔。因为我怕找不着地儿。对。感谢野果笨蛋野果的，你的野果笨蛋野果你的小花花，感谢红莲制刀你的小花花。人家在练唱歌，人家在唱歌。在主席台上，这个。视野就是好哈，主席台啊，主席台这就是权力的象征啊，在主席台上视野是最棒的啊。未来文明会战胜野蛮，未来啊，文明最大的敌人是什么？现在世界上文明最大的敌人，貌似是啊，以俄罗斯代表的这种像是吧？啊，貌似是俄，实际上是一，是真，是绿啊，不是俄，而是绿。我看最近啊，好几个人艾特我，让我去关注一下那个镀金啊，就所谓的那个谁的国师啊，镀金。我说那么个玩意儿，我关注他干什么？那个镀金，靠！撕毁联合国宪章，就这么说吧。联合国它有些东西是吧，如果说联合国是一人一票的，就是纯民主的话，因为现在你看世界上多少回教国家了，多少回教国家了，你要知道在国际上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只有一票，但是你巴基斯坦等着巴勒斯坦成了国家以后，他也是一票啊，他也是一票啊，在这个地球村还没有统一文明的意识，还没有统一文明的规则的情况下，你搞民主，最后你说会发生什么？感谢林海听涛啊，就跟很多，就跟伊朗一样，伊朗原来搞民主，就是这些伊斯兰国家穆斯林国家搞民主的结果一定是原教旨啊，一定是原教旨，慢慢就原教旨了。除非你是对穆斯林进行了现代启蒙，文明启蒙。所以说是吧，这些大国的一票否决权，实际上联合国是怎么来的？联合国就是美国发起的是吧，二战的战胜国主要是美国是吧，人家搞的，这个游戏规则就是人家定的，就是游戏就是人家定的。你说你这么中国这么大的国家，在某些事上你只有一票，你有像巴，你等着巴勒斯坦成了，大家都承认他是一个国家。你看看巴勒斯坦，他们在国际上是会怎么表现啊？他就是一个原教旨主义一个穆斯林国家。哎呀，感谢野果笨蛋野果，感谢冷静对待甲方你们电池哈。俄罗大俄
不用等大俄战败啊，就是大俄和平，大俄内部的那些是吧，那些穆斯林人家都已经成事了，都已经成事了啊。你说都已经占到人口比例占到20%了，什么概念，什么概念。准备去吃烧烤去了，准备去吃野馄饨去了。感谢欧洲城市了，城市了，在好多地方也城市了。曾经，哎呀，反正这直播间聊着聊着就聊到这个回，是吧？聊到这个绿啊。其实世界上现在、未来啊，包括现在，其实这个绿的问题已经是一个，我觉得是一个未来最大的问题啊，最大的问题。它太落后，是因为它太现代，它很不现代化，它没有现代化。感谢野果笨蛋野果你的电池哈。人生短短几个秋啊，说到大实话，哎呀，我们再活50年啊，会看到很多很多的故事啊，会看到很多很多很多的故事，但是是吧，这个人死以后就什么就不知道了，就是爱咋地咋地吧。准备吃猪肉串，猪肉串啊，我想吃什么肉就吃什么肉，这就是我吃肉的自由。它不像是吧，有些信这个教那个教的，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，哎，所以说我觉得这种信仰啊，我觉得人最好是还不要有人，最好不要有信仰啊，人最好不要有信仰啊。什么叫信仰啊？你我觉得不要把这个信仰哈、叫什么，不要把这个信仰不要把信仰啊这个概念泛化了。你说什么叫信仰？信仰就是对超自然的、超道德、超世俗的一些东西，是吧，叫信仰。实际上就是你不能用科学，你不能实证的啊，你不能用科学验证的，你看不见的这些东西，这叫信仰，是吧。其实就是信神、鬼怪、神灵那些东西啊，这叫信仰。我要人不要有信仰。原来那个谁说过嘛，那个什么叫信仰啊，就是正因为荒谬啊，所以信仰。什么叫荒谬啊？就是你不能科学实验证明的，你也不能实证的，是吧，就是这些东西叫信仰。所以说你说按照这个意义上的信仰，我没有信仰啊，我没有什么信仰，哎，我绝对不信仰一些超自然的、超世俗的东西，哎。你烧个香拜个佛，厄运就不会降临到自己身上了。我说实话，那不叫受贿吗？那就是受贿嘛。神在受贿啊，收你的钱替你办事儿。这你年轻真好啊，跳了快乐崇拜嘛，快乐崇拜。不是就是嘛，你说，哎呀，我觉得谈什么信仰啊，信仰。中国人其实是没什么信仰的啊，中国人其实是没什么信仰的，中国人信完全是实用主义的啊，实用主义的。你说什么叫信仰啊？信仰就是啊，人家就是那种对，就是其实就是信神啊，就是信神
神。这世界上最大的信仰就是基督教信仰啊，再一个是伊斯兰教信仰，再一个佛教信仰，这世界三大教，好吧？不是搞钱也不是信仰啊！我说信仰不要，我说我那个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说信仰这个词儿啊，它这个概念你不要动不动就信仰。信仰这个概念就是你要做狭义的理解，它就是宗教，宗教信仰啊，只有宗教才叫信仰。因为信仰这个东西，就是你对啊超自然的、超世俗的东西的啊一种盲从，就是盲从啊。他很荒谬，他很荒谬啊！他如果不荒谬啊，他不荒谬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你能看得见、摸得着啊，你能实验证明啊，科学实验证明的，看得见、摸得着的，这叫不荒谬啊，这叫实在，是吧？啊，信仰是你对一些不实在的东西进行盲从。对钱有信仰，对钱那不叫信仰，因为钱是能看很实在的，你能摸得着的，是吧？你看得见的，我相信喜欢钱的人都喜欢数钱的感觉。啊，都喜欢数钱，是吧？那对钱那种，那对钱的那种喜爱痴迷，那不叫信仰，因为钱是实在一个实在物，它不是超世俗的、超现实的。所以说，你说没有信仰不是个坏事儿，我觉得有了信仰才坏事儿了啊，有了信仰才坏事儿。爱国不是信仰，爱国呀，说实话，爱国有些人把爱国当信仰，他其实就是把爱国当宗教了，就是把爱国当宗教了。因为民族主义的诞生就是在欧洲基督教社会开始崩解以后，有些人是吧，对吧，弄了这么个东西。你说什么叫民族啊？民族就是想象的共同体，想象的啊。你说的实在吧，有时候你真是，你很难说清楚。你说它不实在吧，它还有时候能体现的很具体啊。所以说呢，只能说呢，这个爱国呢是接近于信，类似信仰的一个东西啊。不是，你钱买东西，钱能买到的东西都是能看得见的，啊，都是能看得见的。就是有一个人很爱你，这个爱也是很看得见的，爱绝对不是虚无缥缈的，啊，他说的，他是一面说爱你，一面是吧，一面虐待你、打你、恶心你、贬低你，是吧，阻挠、阻碍你、打压你，那叫爱吗？嘴上说的爱，但实际上在，那不叫爱，爱是很具体的，爱就是反美，我说。反美与不反美，这是一种个人的见解，它只是一种观点，啊，这是一种观点。因为你要知道，在二战前的日本，啊，要不要对美国，要不要跟美国打仗，并不是每一个日本人都觉得要跟美国开战的，反而是越理智的日本人知道，一旦跟美国开战，日本要玩完的。但是那时候，大多数的日本人都被一些。是吧？其实大多数人的思想啊、知识、文化都很水平都很低，都很糙、很低。哈，术业有专攻啊，大部分人是没有这个专业知识的。就是大部分人所谓的爱国都是很盲目的。他知道什么叫爱国呀？就跟二战前的日本一样，那时候对日本哪一条路对日本是最好的？他们考虑过这个问题没有？当年山本五十六其实就据说山本五十六是吧，因为山本五十六在美国待过啊，但他见过美国的工业生产能力有多强，真的很强，那么太强了是吧。然后所以说招日本昭和那就活该啊，就是活该，就罪有应得，就自作自受啊，自负其责。怪谁呀？就跟现在袈裟的什么一样，是吧？你招惹你现在所谓的那些袈裟，很多袈裟的巴勒斯坦人在那里，
哎呀，是很惨，是有人道主义危机，但是怎么造成的，是吧？我觉得就是我这就可以类比啊，类比当年，是吧？当年盟军轰炸德国，盟军轰炸日本，你可怜日本人，可怜你，可怜当我们要可怜的那二战时候的德国人，二战时候的日本人的时候，先问问，是吧？先问问他们这场战争是怎么来的，是怎么来的？平民不一定无知，但是大部分平民是吧？大多数平民在很多时候他不没有这个专业知识，大部分人都是被裹挟着，是吧？随波逐流的。所以说这就需要什么？这就需要对吧？这就需要一定不要搞民粹，一定不要搞民粹啊！精英啊和民粹啊要有一个平衡和折中。是吧？为什么说美国的体制里面有众议院也有参议院啊？众议院就代表了一种是吧？人民代表啊，民主；参议院就是代表了一种精英主义，是吧？要中和，要平衡，你不能是吧？偏废，不能偏废。你可怜，我说可怜巴勒斯坦人民平民。我说实话，我内心我肯定可怜他们，因为毕竟那都是一条活生生的生命，是吧？你哪怕是一个，是吧？恐怖分子，当这个恐怖分子的生命消失的时候，我同为人类啊，同为一种碳基生物，是吧？我有一种，是吧？我有一种，真的是有一种，哎，本能的同情。我觉得我的想法就是，为什么要这样啊？为什么不能和平共处？为什么一定要打打杀杀，你死我活，是吧？真的，为什么要打打杀杀，要你死我活？这里面啊，肯定有我们人类啊，等待我们人类去理清的很多东西。日本人，你说日本人，德累斯顿的被炸的那些德国人啊，广岛长崎被核爆的那些日本人，我说实话，我肯定有同情在里面，啊，鱼子感谢妻子鱼，这不是说我在标榜什么啊，我在粉饰什么，其实我就是觉得他们都是人类啊，都是人类，但是我觉得这是必要的，就是必要的，啊，就是必要的。等着后边会出好几期专门聊这个民族主义的啊，民族主义。你要知道，现在好多人说啊，说那个一定要对加沙的巴勒斯坦人，啊，要进行什么人道主义援助、物资援助。哎呀，你要知道哈，就是有些群体，他们太会，他们就说他们玩这个玩的太熟练了，因为几十年来，这些巴勒斯坦人就一直在接受各种的援助。就世界上啊，接受国际援助最多的一个群体就是巴勒斯坦人，所以说加沙人口。是吧？那么大的个地方，人口那么多，怎么来的？其实只是靠加沙当地的生产的粮食啊什么，他根本养不了那么多人，全是吃援助，养了那么一堆人，是吧？养了一堆人之后，你怎么养活？你要一直养下去吗？你要一直，我们国际社会要一直养着这群人吗？这帮人繁衍能力非常强，你看看巴勒斯坦人，多少孩子，多么能生。原来那个旅行做了一期那个巴勒斯坦节目。你看看，就说那个，就巴勒斯坦那个地方不是被炸了吗？你看看那些人的房子，那些人住的房子，可以这么说，就好多中国人的家里那根本就比不上人家这些巴勒斯坦人，比不上。人家不是算过吗？巴勒斯坦接受的援助平均下来，每个人每个月啊800美元，什么概念？800美元啊，7856人均啊。你说你这些人，你养着他们，你要一直养他们吗？
市场营销的，我这是，我这都是，我这是人间失格。哎，你这个书怎么卖啊？人间失格3块钱，三块钱你就把它卖了？因为他看过了。看过了，这个书我说实话很出名，我还一直没有看过。3块钱，你拿了吧。买本书，3块钱买本书，也就是在你们这儿能买到这个价了。人间失格，人间失格。这个灯怎么卖，兄弟？这个灯先不卖，可能。哦，那个大的呢？这俩灯都先不卖。哦，给你了。买了一本书，人间失格。那个，这是个什么东西？啊？啊？水杯啊？哦。四级词汇，我都用不到。要有的就要了书，你们这书用不到的四级，可以没事看看下一下。我是多么热爱学习英语啊！英语这个东西，学到老活到老是吧？这个东西用不到还可以给孩子。我得天天学习英语是吧？对，这个是什么呀？挂墙的那个，不是挂。其实我真的很喜欢学英语，四级词汇我。对呀，所以说可以买一个嘛，是吧？我们可以用渗透法放到枕头底下，给人家学习。高浓度渗透学习法，高浓度算低浓度渗透，真的。看来你们太单纯了，你们不知道学英语这个梗，你们不知道。那个《人民的名义》看过吗？你们可以搜索《人民的名义》里面学英语是什么梗。大学生就是很单纯啊，很单纯，真的，他们真的很单纯。你看这种梗啊，哎呀，他们都居然不知道。哥，你可以拍一下，哥，拍一下我们。随便拍。哎，一会儿过万人了，直接转你们。你们都长得这么帅哈、啊。没有你帅了，哥。哎，没有。我已经垮掉了。这两会烤肠。祝你个帅，明天给我拉客户上哥。拉客户。真的。你是要毕业了吧？对。哦，要毕业了。要毕业的不行。要毕业了，毕业的没留恋是吧？不是，几天就离开这里了。是吧？你们这是你们自己玩的吗？没事，他那些都没玩的，那些喜欢了，然后买多了。哦，他可以蹲级。这个还没毕业，这还在大二。哦，这个大三。从你们玩的东西可以知道，你们是有追求的人，你看，你们都玩这种东西。谢谢。怎么卖啊？说实话，我对这个我还那么有眼光。多少钱？就80就行，你要走了。80，价格太实惠了。拿那个没牌的，太实惠了。没错的钱，这些都是，这个一眼就看。这是劳动力。这是你们自己亲手搓的，是吧？你都一样的货，只有没搓而已。亲手搓。你喜欢20拿走。那我就说句实话啊，如果是个美女呢，你看是吧？我可能就要了。在这，都我们一家的。我们都一家的。我们是一家的。是，都这位小妹妹搓出来的。必须的，
老板娘的凳在那儿。老板娘走了，老板娘不在凳子放这儿了，人没回来。是吗？你问问他人呢？你们这是，哎，那个站岩看见了吗？这个是美一个小一个美丽的女生搓出来的啊，这个串上都是饱含着这个，啊、饱含着那个美女的。不是，这人呢？他把凳子拿走啊？先好我让吧。要不要啊？考虑一下，这么喜欢不拿下？没错的便宜。很不错，很不错。我说实话，我已经买了。我喜欢看书。好嘞。那我们可收摊了。有需要可以联系我，名片。还有名片，哎呀！我自己设计的名片。你什么专业的？哎、专业跟这个不搭边。哇，那你很有才啊！但是那个名片是我自己设计的。包鞋才行，我们。你的名字也很棒啊。贺云龙啊！天，贺帅啊！那个李云龙，你都占了。看一看你这个名字看，还没收摊。我一般那个就是喜不喜欢美女还没说呢。就是贺云龙的贺龙的贺，李云龙的云龙。你这个名字叫屌炸天啊！太革命了，你这个名字啊。可以。摆啥呀？行，你这个名片这么有个性，我收下了。哦，我知道了。慢走的。嗯，好。这名字你看。这个厉害吧，贺云龙，哇天，我瞬间就又有了画面感，是吧？有了画面感。看到我都没事。谁发的？这些东西，这些。买这个月饼，这个音箱。音箱怎么卖了？音箱不卖。看人下菜碟是吧？这个东西呢？这是个啥？这是个什么？这是个小玩具，小积木。你可以把它拆了再重新拼一下。还有外包装？对，就这是一套的。给你吧。一块钱，对，一块钱。你们让我有了消费欲啊！一块钱，你平常喝的水都一块钱，但是一块钱买不到一瓶水吧？对，买不到水了。好，要了一块钱。冰露啊，好，要了一块钱。一块。你们有个袋吗？我这你看我这可能没太我这买的。揣兜里也可以放得下。一块钱。来，你个拿啊，一块钱是吧？对。哎呀呀！哎呀，怎么？再插回去。哦，好。一根腿，一条腿。语文怎么学的？跟你这一根腿跟一根香肠似的，让我感觉。大学生让你混进来。大学让我混进来了。今天我混进来赚了，是吧？赚了。来看看你们的，我们的，我这直播间里这些人都想看看你们，是吧？我买了你们的东西，我可以拍一下吧？不要害羞哈，不要害羞，我们都是正经人。感谢达里尼有志青年，拜拜。感谢达里尼有志青年你的电池哈，感谢你的电池。买了个。哎呀，你也想去逛逛。感谢妻子与你的礼物啊，对吧？我说学校很好玩，学校里好玩。
那你们那个，你们这些东西怎么卖？那个可以，可以。这个小的五块钱俩，嗯、哦，五块钱俩。那个为什么现在的你玩这种东西呢？这是个啊，那个有这个炸言，你发言能不能收敛一些？你太露骨了。真体涂鸦。好久没在直播间待这么久了，主要是毕业季了，哎，想想这毕业，哎呀，一毕业和这同学们就风流云散了，风流云散了，很多人就见过最后一面了。快十点了，十点下播啊，十点下播。今天直播了很久了。达里尼有志青年，达里尼不是大连吗？你是大连人是吧？达里尼是大连人，应该是。这什么大学？这是青岛 University。青岛 University， 你这个名字暴露了你的籍贯。别猜好了，签到这一个为止吧。申请一个是一个，我不啊。你们这灯卖吗？灯可以最后一天来买。最后一天？对，你们什么时候是最后一天啊？6月多吧。哎，那个小缸子卖吗？卖。多少钱啊？4块钱。这个吗？啊，我能看看吗？这个早起，这个小缸子很、这个喝酒也可以。喝酒，我一般不喝酒。这上面还有咖啡，这上面好像还有价格啊。我人家肯定不止，肯定的，这可以给小朋友，因为也不用。这个很袖珍啊，这个玩意儿挺好的。对，那你这是直播吗？直播，我在直播。有多少人？现在100个人吧。可以让他们来光临一下。来这个。你放心，你们的颜值可以吸引他们来。我的粉丝基本都是男的，他们很喜欢看美女。我要看一下谁。真的吗？嗯，可以直播。大家好。你为什么？你从哪儿？啊，我知道，我给大家说一声，大家好。你应该。在这里，在屏幕对着屏幕说。啊，不行，不好意思，这个光有点死亡。嗯，我们的光有点死亡。他有青岛大学的吗？应该没有。啊，你不是青岛大学的，还以为。应该没有。我是来玩的，哦。快，你上对面去。我你这个我要了。要了，4块钱可以。这个东西很袖珍。这个
时候不能露脸，大家不会给我打钱。打了钱，打了钱，打了钱你收着就行了，他们都是成年人，都自愿的。四块钱是吧？嗯，谢谢。不用谢，我们是吧，公平自愿的交易。打一局 PK。有个小袋之类的吗？没有小，没有小袋。我这不方便带，拿着吧，拿着，别摔了。刚才买了个这么，啊，这个也挺可爱的，我刚刚看你拿了。对，这个是一个，也是一个女生的，这个我可以送给我的小侄子。啊，对。哎，小侄子，这个东西玩不坏。最后拍一下哈，打个招呼。大家有没有我的抖音关注一下？可以啊，你们有抖音，他们可能会关注的。啊，不用客气，不用客气。有点不好意思。现在都是自媒体时代了，这个以后你们毕了业，可能以后也要是吧，做个副业什么的还是不错的。嗯，好，你忙忙。拜拜。人家那么说，你们这还有纹身吗？这是纹身的。嗯，Hello。回去吧，准备下播了啊，十点了，准备下播了。你喜欢那个妹妹，哎呀，这个世界上，我们会喜欢上很多人啊，我们会喜欢上很多人，很多人其实都适合我们啊，只是我们没有缘分，没有缘分。你还没看够，人家都十点了，都十点了，在很多大学都十点都要关门打烊了，都要宿舍都要什么了，查宿舍了。准备下播了啊，十点了，我准备吃个烧烤啊。那个，你还没看够啊？我也没看够啊，那没办法呀，没办法，人家都要是吧？人家都要，都十点了，人家学生还要睡觉呢。啊，咱们也要睡觉了，十点了。直播烧烤就不直播了。你上一次直播烧烤，只顾跟大家说话了，结果我吃进去没什么味道啊，就跟猪八戒吃那个人参果一样，啊，边说话边吃啊，这个享受这个美味的这个程度就降低了，不知不觉的就吃上了。美女如天上的云朵，是啊，美女啊，美食。美女美食，对男人来说是吧，美女美食，这都是人间乐事。吃烧烤不直播了，吃烧烤没有美女，我还得想好好的享受一下这个烧烤的味道呢。美女如韭菜，帅哥美女是吧，都是一茬一茬的啊。二十年基本上一茬人的青春啊，二十年一茬人的青春。你的荷尔蒙你自己尊重啊，你自己尊重你的荷尔蒙就行。对，我要去吃野馄饨了，吃野馄饨，吃烧烤，直播烤鱿鱼。说实话，我还不是太喜欢吃那个鱿鱼，你鱿鱼这个什么胆固醇含量太高了。好啊，好啊，心领了啊，心领了。那个达里尼有志青年，心领了。行了，我这个不等十点了啊，马上下播了，我这个手机也。快没电了，今天直播了，又直播了几个小时啊，三个多小时吧。哎呀，青岛的气候就是好啊，
晚上特别舒服。落单的，你人家女孩子自己找个僻静的地方，其实也就是能在校园里这么干了，在社会上造野外，你女生自己去个僻静的地方是非常危险的。不播了啊，那个下播了哈，那个感谢今天大家的陪伴啊，感谢今天大家的陪伴。今天这个这场直播呢，我可能后边我感觉不行，又放到这个切片里面放出来啊，因为今天确实是拍到了好多美好的东西啊，拍到了好多美好的东西。好，大家晚安，大家早点休息，咱们改天再见啊，改天再见，下播了啊，下播了。大家晚安，下播了。